段时间那个医生没有找我了。哇，你就是纸巾啊？那个纸巾，纸巾啊？我看我以为你这个喝的药。老是这种带病毒。就是脚会经过，可能嘴巴可能是确实很会，每个下那个柜子都可以放进去。对啊，被子那些都能，我一般给被子会盖起来，盖起来。你刚才你那个什么东西？这个。嗯。颜色就是变成那个棕色的，那个骨灰的颜色。那天我突然间看你怎么做了一个这个东西，看你。啊，他的袋子，像你杯子，没封，没有盖起来的。要么就放到里面去，柜子里面去，是吧？